大家好，我是安娜。今天的视频，我们来学习马路上常见物品以及汽车部位的中文名称。马路，斑马线，汽车，行人，人行道，自行车，摩托车，红绿灯，路牌，路灯，高架路，汽车，车灯，车轮，车门，车窗，顶棚，后备箱，尾门，后视镜，方向盘，座椅，雨刮。